再撒点食盐。他说什么呀？他说：“崇林已将喜宴的帖子送到众仙府上，我们的婚宴过几日便要举行。” 在这里只能待一天，只有一日的时间了。既然只有一天了，可不能浪费哦。来，闭上眼睛，不许用法术找我哦。开始了。 当孤单的无边探访进你的眼。